个星期日最后一班。今集一周头条的主角是哪位呢？阵间同你揭晓。阿超，太阳山搞定。我跟住俾啫你，冇咩见人啊？唔系啊，今个礼拜日啊，约咗班 friend 咧去跑马地马场啊，一边享受日光浴，一边欣赏赛事。跑马地日赛咁难得，梗系做足准备啦。阿姨，咁你咁婆妈噶，你唔好唔记得啊，当日仲系十月啤酒节最后 round 嚟噶嘛？呢啲嘢啊，咪争咗住你去玩。哇，几靓喎！攞翻嚟。今个星期日喺跑马里马场玩到最后一 round 嘅十月啤酒节，一边欣赏赛事之余啊，仲可以尽情玩有奖游戏，同埋享受到德国啤酒同美食添啊！哎呀，我晕啦！咩事？你未饮乜醉啊？唔系啊！有咩唔系啊？因为近期咧马场嘅美艳指数爆晒表啊，搞到晕陀陀咯。不过话时话之，多谢各位美女令到马场增色不少，多谢你。咁你唔使客气嘅。唔系同你讲啊，我系讲紧今集啊一周头条嘅美女主角啊。即系都系我啦。啱啱过咗嘅星期日，沙田马场举行莎莎妇女银袋日，可谓艳光四射啊！各方美女倾巢而出，争妍斗丽。而喺跑马地马场举行嘅十月啤酒节啊，亦都有好多靓仔靓女嚟吃喝玩乐、哦，见到佢哋啊，真系令我晕得一阵阵。为欲是天之国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国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收，你做我的爱。人马赛嘅练马师吴定强喺季初施展强劲攻势，喺星期三就凭活力威赢一马，计埋呢一 win 咧就已经有六场头马喺手啦，而且季内四次谷战都冇断缆啊，认真厉害啊！嚟紧狮子座同埋山羊座嘅手风都一样咁顺啊，仲有大好机会俾你发挥添。我知道有好多骑练都系呢两个星座噶、哦。今个星期日跑马地马场将会举行美国会所挑战杯，唔知道马迷又睇好边一位骑练呢？我睇好本地实力，因为柏宝同叶楚航嘅合作成绩好，斗志一流。每逢比赛，各位骑练都会竭尽所能争胜啊！过程之中其实要付出好大努力噶。多得佢哋啊，香港嘅马坛先可以发热发亮啫。所以跟住落嚟，我哋嘅星级主持黄金宝所介绍嘅地方啊，就系用嚟表扬佢哋嘅咧。大道理，近邻简炳前30年嚟无数骑练都喺沙田马场立下丰功伟绩，05年设立咗赛马之星大道，流传咗佢哋嘅掌印同埋签名，以作表扬。提提大家，星期六晚11:50有稳操胜券。下集 RE 再见，拜。